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佣兵的战场，水 extra。好，我使用队伍是兽队哦，因为看关卡的资讯来讲应该不难，然后配上妲己，被妲己主要是开大技清比较快一点，然后再来它的恢复量够高哦，基本上兽队配黑狗也是 OK 啦。然后不用暗狼，其实也是可以用，如果你想要快点，但是我是想打稳定的，因为他锁主动技，你被锁的话，像我有四肢转型，所以这样打起来就蛮轻松的。好，主要是稳定，我们要求的就是过关的稳定性。姑爷。打是还好，血量因为兽队来讲血量比较够，所以撑被 K 还好没有很痛。或许有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要配朱雀，因为属性不是被相克嘛？可是哦，你们要想哦，在第九关的碧青行者跟第五关的碧池大地精都是木的。好，所以我用火属性的话，相克的话，那两个地方也是还用得到的。好，所以记得用相克的属性去打，如果没有克到的就硬打。啊，兽队有个好处 ，CD 快啊，所以随时可以爆发。像这一只的话 ，CD 一啊，哦，自己看状况，开机爆发。哇，没转到，无所谓啊。像这个的话，我会这样用，哦，边补边攻击，用这样的方式。稳定性有，然后又不怕会被 KO 掉。哦，爆发也不错。哦，因为有四只暗的。这个海域女王先 K 掉好了。哦，一样可以看到三到五 combo 啊，所以基本上六 combo 的大的话，应该通关就会更轻松了。哦，因为我看我在打，如果觉得说不难的话，那就对了。因为如果看我打都觉得很简单，那你打起来应该就更轻松了。好，因为转型很多啊，无聊乱转都无所谓。然后 CD 五就是这个好处啊。这个的话，应该是1938。这只是花冠贵妇，这只打比较痛，所以先打这一只，再打这一只。看一下，现在是第四回合，好，我们爆发一下好了。哦，因为这样打扣的血量蛮多的。当然，理论上是在第五关爆发，不过我是觉得还有，我靠，四只哦 ，shit， 我搞错了，我以为只有两只啊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很多暗珠，火珠也有。哦，这时候火珠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哦，清起来，你看
普通的打击而已，攻击力就很够了。储技的话，我是觉得也不太需要储了，因为回合数够长的话，打到王冠之前一定是集满的啦。比较需要注意，可能第九跟第十而已啊，其他关卡应该看起来 OK。像这时候我可能就来个小爆发这样。哦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回个血这样。现在魔羊没有 CD5， 所以其实现在也可以除一下 CD5。第八关了，这一关到第九关前最好要技能要除出来，哦，好多哦。看一下，这样 K 应该是 K 不掉，无所谓，开技。虽然说有人可能觉得要在下一关开啦，可是下一关稳稳打应该没有问题啊。一只血量四万，旁边两只你要是没有办法 K 掉的话，一定要开技爆发。三 combo， 好，没有三 combo 就可以解决掉了，所以基本上还好，难度没有。没有太难，只是你攻击数要做到，倒是真的。完全没打到 ，shit。哦，我就没有特别指定了，因为它会帮我自动指定。哦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的 tempo 去打就可以了，只是台面上有攻击珠啦，哦，所以我不考虑用爆发来打，欸，因为假如没有攻击珠的话，我再来爆发就比较安全。哦，像这时候假如没有攻击珠还好。可是刚那两次在的时候，没有攻击出就很危险了。这只有45万，哦，你要摊快要爆发也 OK 啦，不是说不行，只是体力50耗很凶，这个我是选择比较保险的打法。哦耶，有没有啦，升一只。
胡须把它弄一弄。我刚才想说那一只一定会被我清掉的，结果没有清到。然后台面上按珠剩四颗而已，这时候杂珠清一清了，应该这一回合可能是清不掉，看魔术够多可能还是可以的。哦，有没有？像这时候就是我想所谓的危险的时候了。要开机，不然我太危险了。排的不是很好，无所谓。哦，有打几边打边补，稳定性还蛮不错的。哎呀，清太快，没有爆发，无所谓，因为这一关你他也会锁，你看你就给我锁巴蒙特了，这个没办法控制。他攻击力一万一啊。每回合补个5500就好了，哎，可以看到我没有补血，不过没差、啊。好，不然像这时候就可以开技了。技能有的话，珠子够多的话就开一下啦，没有必要一定要省技能，因为可能连命都省掉了。好，慢的。像他就把我两只补血、四只补血都锁起来了。这时候，不用太省，直接跟他开。哦，又攻击又补血的，因为等一下他锁住我打几样不能出招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Oh yeah。解锁一万一嘛，小补就可以了。好，四只转星就是这个好处啊，你可以很稳定的去打。像现在的话，我可能开一下吧。除非是满血啦，不然我不考虑开巴蒙特啊。哦，危险哦，危险哦！补一下，补一下。所以不带那暗狼就是这个原因啊，因为你不晓得你他会锁到你哪一只啊？我转心转化都把你锁住了，基本上就危险。这就像我讲，我们是打稳定啊。
台面上新珠够多，就不用再特别那个了。哎呀，撞到旁边！在玩《Genie Motion》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撞超过，撞到旁边超过的话，基本上他就不会，哦，他就直接珠就给你弄断了。所以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一点。好，哦，像现在木珠蛮多的，我就给它弄一弄。哦，像这时候满血就可以开机了。哦，但转进闯我不开啊。我就直接开爆发就好了，省一点时间。哇，这么妙，真的没新珠哎，两颗。哦，那转心虫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。用这个天宝去打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啦。哦，天降漂亮！嗯，看一下。数值有点杂。基本上通关应该是没问题的啦。哦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要轻易轻敌。康博术一样要做出来。再见吧，卡龙。看到我安静的声音就知道了哈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接再厉，好吧？刚才打暗基龙也没中，好吧？以上这个就是那个卡龙 extra 通关的一个示范，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